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神秘嘉宾小纵郑元畅。Hello， 大家好。好帅，越来越沉稳帅气了。其实小纵最近喜事连连，他演出的偶像剧收视开出红盘嘛。其实小纵自己本身也是餐厅的老板，对不对？那你对于1963、1998，你觉得整个对你的感觉有什么迷人之处吗？我觉得他进到店里面，仿佛就带你回到60年代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刚刚其实在里面逛了一下，然后冰淇淋真的非常好吃，那是完全中了我的点了，颠覆了大家一般的印象的口感。那么小纵，就是除了推荐冰淇淋之外，你有没有推荐什么看头在这个店里头？待会大家不妨到了 B1 的地方，它其实有点像是格兰菲迪的博物馆，它会讲解了非常多有关格兰菲迪的一些历史跟故事，然后还有很多特殊经典的酒瓶，它会依照当年的设计的概念去一一的解说。听说还有百万名酒在里头，非常历史性的一支酒。那么我们进去导览之前，先请小纵以及我们的品牌大使还有我们的总监先来为我们进行今天的开幕剪彩仪式。3、2、1，祝福格兰菲迪1963复刻酒吧。